知你到底有冇當我係你老公㗎？係係啊，家嫂佢啊就嚟唔係㗎啦。嚇？點解啊？阿嫲，自從佢迷上咗偶像林超超之後，就當咗佢係自己情人咁樣，成日老公前老公後咁叫㗎啦。有啲咁嘅事？老公都隨便叫嘅咩？咩咩咩啫，係啊係啊，個個粉絲啊都咁樣叫林超超做老公噶啦。咁我咪變咗你前夫。當酷熱天氣警告生效，或者紫外線指數偏高嘅時候，盡可能將工作偏頻於較清涼嘅時間同地點進行，同安排輪替工作，減少工友在酷熱被陽光直接曬住的環境下工作的時間，那就沒那麼容易中暑了。聽完短劇打電話來1872311，答案問題的頭五位朋友就有機會獲得紀念品一份，先到先得，送完即止。問題是當酷熱天氣警告生效，紫外線指數偏高的時候，以下哪一項措施可以有效減低工友中暑的風險呢？ A. 盡可能將工作編排於日間較清涼的時間和地方進行。 B. 盡可能將工作重新編排給較年輕的工友進行。預防中暑即安健訊息是由勞工處職業安全健康局香港電台第一台聯合製作。Thank you.